那是三军总指战战长蔡建雄，防疫期间得到民众限制，餐点外送，特地出门视频。提醒外送长人入闸，要确实做到大家防疫措施，舒服大家的抗健安全。提醒外送长，人当等于早上按部都的量体温，做好感染的抗健自主管理，提供要做少跳起头转头，饮水半支先看，按个肺部入闸。第二，外送工作期间，人当随身带领清洁的消毒用品，加强保温台来茶点物品的清洁消毒。第三，持送餐的时节，人当全程带领着 M， 按个建议要戴有挡风面罩的安全帽。最末，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持送餐服务，用信用卡线上结账，让外送员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。接触防疫管理中心，食品外送大家安心。